treatment of the rheumatoid arthritis. Rheumatoid arthritis is a chronic and general autoimmune disease involving the joints and the bones. It's one of the complicated 本病临床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多处关节对称性肿胀、关节变形、关节僵硬、皮下结节。X线射片可以显示关节典型变化。化验检查，部分患者可发现类风湿因子。 本病的发病率女性是男性的2到3倍，本病具有迁延日久、缠绵不愈、反复发作、致残率高等特点。早在内经时代。 中医对本病就有所认识。历代医家多将本病归属于痛风、痢疾、赫息风进行论治，认为人体正气亏虚，风寒湿邪趁虚侵袭，正气多为邪气所阻，经脉气血阻滞，日久成痹。其晚期，痹症日久不愈。 累及脾、肝、肾三脏，出现气血不足、肝肾亏损、筋骨脉络失养，导致肌肉萎缩、筋膜痉挛，或出现关节畸形、失语功能。本病诊断并不十分困难。 目前世界公认的最新诊断标准是198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修订的标准，共有7项，凡符合其中4项者，即可确诊为本病。本病治疗。 可归纳为三大类治法：以针灸为主的外治法；二、以服药为主的内治法；三、针灸结合服药的综合治疗。本篇着重介绍以针灸为主的外治法，约有11种具体的方法。 下面仅介绍临床几种常用的方法。针刺治疗。Acupuncture treatment is one of the best therapies for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针刺治疗是本病最佳治疗手段之一。早期治疗多以驱邪为主，重在治标；中晚期以扶正为主，重在治本。但不论在早期还是中晚期，都应注意整体与局部治疗相结合的原则。整体治疗常常取督脉、背腧穴以及肾经。 胃经穴为主，局部治疗常常取四肢阳经穴和阿是穴为主。下面就本病的常见症型进行辨证论治：风寒湿型、肿胀、疼痛较甚，或如锥刺、刀割。 御寒加剧、得热痛减、关节屈伸不利、活动障碍，并有不同程度的对称性的缩形或竹节样畸形，或畏寒肢冷、苔白腻、舌淡胖、脉沉弦紧。 治疗原则主要为驱风散寒、除湿、行气止痛，取督脉、背腧及四肢阳经穴为主。
Prescription 1。本方取大柱、大柱、甘疏、甘疏、金梭、金梭、委中、委中、阴陵泉、阴陵泉、足三里、足三里。由于本病具有病情复杂、病程长、治疗难等特点，故临床常取两组处方交换使用。Prescription 2。本方取大椎、膈舒、至阳、肾腧、命门、血海、血海。以上两方具有强筋壮骨、通络止痛、驱风散寒、行气活血之功效，其中至阳、肾腧、命门、大椎重在温阳散寒，骨会穴大柱配肝之背腧穴，以强筋壮骨，并取血海、血会穴膈舒、血之气血委中，以行气活血，驱风通络而止痛。取脾胃之合穴阴陵泉、足三里，则重在健脾除湿。真用泻法，四肢穴位可深刺久留，以后期阳气回复。One can needle them deeply and retain the needles for up to 20 or 30 minutes to help the yang qi return. 留针20至30分钟，每5到10分钟行针一次。部分患者还可施以烧山火熟法，以温阳散寒，使寒邪散、凝涩通、疼痛止。下面示范第二组处方。根据黄氏多年来的临床经验，本病治疗多采用顺经针刺膀胱经穴。Rheumatoid arthritis cases are usually treated by selecting and puncturing points along the bladder meridian. 以上是整体治疗取穴。两组穴位交换使用，治疗可一日或见日一次，病势急者可一日两次。临床治疗中还应根据其病变部位，在使用一组整体治疗用穴的基础上再配合局部用穴，并在上肢者加天宗、曲池、外关、外关、合谷、合谷，以疏通手三阳经精气。局部治疗
还可是以抱刺、灰刺、关刺等。关节肿胀处可用皮肤针扣刺。在此基础上，还应再根据上肢病变的具体部位、分布配穴。肩关节痛甚者，再加肩针。肩盂。肩前。臂闹 can be added。针刺肩针肩前时，应特别注意针刺的方向，切忌向胸部深刺，以免造成气胸或内脏损伤。肘关节痛甚者，加手三里。曲泽。针刺此两穴时，应使整个针杆到达肘关节，并有较强的针感。腕关节疼痛甚者，加阳膝、阳池、腕骨。取此三穴，重在疏通腕部经气，以通经止痛。指关节痛甚者，加八斜。Add 八斜。后膝。手指屈伸不利者，还可用三棱针刺四缝。并在下肢者，则应在整体取穴的基础上加治边、阳陵泉、三阴交、阳陵泉为筋会穴，可以治边，重在疏通下肢经气。三阴交是足三阴交会穴，重在调足三阴之精气，精气通则疼痛止。在此基础上，还应根据下肢病变的各个部位分布配穴。髋关节痛甚者，加承扶。拘疗。环跳。承扶深处有坐骨神经干及半行动脉，针刺时应特别注意。为加强针感与促使针感扩散，临床多采用刮法。膝关节痛甚者，加膝眼。Add 内膝眼。屈拳。尾阳。针膝眼时，应注意针具的严格消毒，以避免引起关节腔感染，并注意取穴姿势。踝关节痛甚者，加解膝。太息。商丘。丘虚。病累及颞颌关节者，临床较为少见，其治疗可在整体取穴的基础上再配上关、下关、听会。此三穴重在疏通局部经气，针听会穴时应注意针刺的方向。
以上分布配穴可适应于后面各型的局部治疗，但在具体针刺的手法与操作上则应根据临床表现灵活掌握。同时在分布配穴中还应注意阿是穴的运用。此型患者在发病与治疗中应特别注意防寒避冻，忌食生冷瓜果以及苦寒伤脾之物。风湿热型，风湿热型是本病的临床常见症型之一，其临床表现是肢体酸重、沉僵持久、活动困难，其病甚者痛不可触，关节红肿热痛，出现对称性的缩形或竹节样变形，舌质红，苔黄腻或白腻而干，脉滑速或弦速。治疗原则：清热除湿，行气止痛，取督脉、手足阳明经以及脾经穴为主。Prescription. 本方取大椎、大椎、膈舒、膈舒、血海、血海、阴陵泉、足三里、足三里、合谷、合谷、曲池、曲池。针用泻法，治疗一日一次，病势急、病情重者一日两次，并可施以透天凉针法以泻其热。本方具有清热除湿、驱风通络、行气止痛之功。以上诸穴为本型主穴，临床施治还应加局部配穴，其取穴同风寒施行。本病的临床表现尽管比较复杂，但不论是在其早期、中期或晚期，因覆盖外邪而急性发作并是急者，均可归入此两型，随症加减治疗。本病在晚期或病势不急的情况下，主要表现为肝肾亏损和气血亏虚两个症型，临床治疗以治本为主。肝肾亏损，临床表现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疼痛、沉僵、腰膝酸软、耳鸣或耳聋、头晕目眩、急躁易怒或喜叹息、胃寒肢冷、舌质胖、苔白或舌红少苔、脉沉细或细弱。治疗原则：滋补肝肾，行气活血，通络止痛，取任督脉、肝肾经穴及背腧穴为主。Prescription. 本方取膏肓、膏肓、肝腧、肝腧、命门、命门、肾腧、肾腧、关元、关元、三阴交、三阴交、太溪、太溪、玄中、玄中、太冲、太冲。
临床一般先针背部穴位。针刺时应特别注意针刺的角度和深度，用提插捻转补法。膏肓 is mainly used to treat the symptoms of the deficiency type. 关元 and 命门 warm the yang and eliminate cold. Remove obstruction from the channels. 本方取膏肓，重在调治虚症。关元命门以温阳散寒，通络止痛。三阴交与太冲旨在行气活血以止痛，同时太冲为肝之原穴，又具有如肝本泻肝火之功。玄中补髓益脑，治疗一日一次或见日一次，十次为一疗程。以上为本型主穴，临床上还应根据病情随症加减，如急躁易怒、舌红苔少者，可加行间劳宫以泻火。此外，还应根据病变部位分布加减，其分布配穴统风寒湿型。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亦是本病在中晚期的常见症型之一，临床可见面色苍白或萎黄，倦怠乏力，气少懒言，动则气促，食少腹胀，便溏纳呆，自汗易感冒，头晕眼花，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疼痛沉僵，活动障碍，舌发波少苔或无苔。治疗原则，健脾益气，调养气血，通络止痛，取脾胃经、任脉及背腹穴为主。Prescription. 取膈舒、膈舒、脾舒、脾舒、胃舒、胃舒、气海、气海、足三里、足三里、阴陵泉、阴陵泉、一般先取背部穴位，多采用提插捻转补法。取足三里、阴陵泉、脾舒、胃舒、健脾益气，以资气血生化之源。取气海重在温阳益气，取穴位穴膈舒重在调血养血，使脾气健，气血充，筋脉得养则疼痛止。以上为主穴，临床还应加局部配穴，其局部配穴同风寒湿型。同时，临床还应根据病情随症加减，头晕较甚者加百会、太冲、太冲、膏肓，膏肓以平肝潜阳，息风定旋。Extinguish the wind and stop dizziness. 食少便溏纳呆者，可加中脘、中脘、天枢、天枢。are added. 本方主穴
重在健脾益气，调养气血，医治疾本。局部用穴则重在通络止痛，以治其标。临床实践表明，针刺是治疗本病的最佳方法之一，但在临床治疗中必须强调局部与整体治疗相结合的原则。选穴的精当、手法的正确运用，始终是针刺治疗的关键所在。灸法治疗 Moxibustion treatment。 灸法常配合针刺等方法综合治疗，但也有单用灸法治疗而取得较好疗效。本篇重点介绍铺灸治疗。治疗方法、时间：暑夏三伏天。取穴：脊柱，就是大椎至腰腧穴之间。敷料：斑射粉一至一点八克，或内风三号100克，大蒜泥500克，陈艾绒250克。操作：首先在脊柱上常规消毒，敷上蒜汁，撒上斑射粉或内风三号药粉。然后再铺敷一条两寸宽、5分厚的蒜泥袋。And about 0.5 寸 in thickness above the bansha powder, number 3 rheumatoid arthritis powder. 在蒜泥上铺成长蛇形艾柱一条，每次2-3状为宜。The head, body, and the tail of the long snake are all ignited. Such a treatment is given 2-3 times each session. 加之大蒜解毒、散寒、消肿，麝香芳香走窜，透骨通络以散结。因此，通过艾灸火力的不断渗透，可激发督脉之精气，使其内达脏腑，外通肢节，调整机体功能，发挥其从外至内直达病所之功效，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本疗法可用于治疗各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尤其对风寒湿型疗效更佳。This method can be used for any type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but it is especially good for wind, cold, damp type. 酒后调养。Post-moxibustion precautions. 医院内饮食慎忌生冷辛辣、肥甘厚味及鱼腥之物。二、浸冷水洗浴，避免冷风，忌房事，注意休息。三、酒后半月，部分患者可能出现低热、四肢乏力、神疲、纳呆等机体功能暂时下降的现象，但一般在半月内可逐渐恢复，故可不做处理。主管疗法。主管疗法是一种刺络泄血与药罐法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具体方法是
拔管前先用梅花针扣刺，扣刺时用针锤扣击针柄前端，使针尖刺入皮肤后即提出。刺激量分为轻重两种，重者刺后即出血，用于体质强、病情重、肌肉丰厚处；轻者刺后待拔管后才出血，用于体质差、病情轻、肌肉浅薄处。Mild cases, or those parts where the muscles are very thin. 煮沸主管的药物有防风、麻黄、川芎、生地、川椒、杜仲、透骨草等十二味药各二十克。杜仲。The dosage of each of the herbs is 20 grams. 治疗部位分五区。The treatment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regions. 上肢前区。Points from the three meridians of the hand and the diseased area are chiefly selected. 操作。先用梅花针扣刺患部，取出药管扣于扣刺处，使其吸附于皮肤，留管15至20分钟，取管时用消毒纸擦去血迹。二区，上肢后区，主要取手三阳经穴位及患部。每次取一区双侧治疗，一般每周治疗两次，十次为一疗程，三个疗程后休息两周。三区，下肢前区，主要取胃胆脾经穴位及患部。四区，下肢后区，主要取膀胱经穴位及患部。如果身体强壮，病情较重或多个关节受损时，每周治疗三次。Such treatment can be given three times a week. 五区，足背区，主要取胃、脾、肾、膀胱、肝经穴位及患部。本疗法适用于本病各种症型的治疗，它可以起到针刺、拔罐、药物熏蒸三种治疗作用。除以上治疗方法外，还有风针、耳针、电热灸器等多种治法，这些方法既可单用也可综合运用。先重点介绍一种具有一定特色的综合疗法，黄氏疗法。Here we will introduce a unique and complex therapy called Huang's therapy. 综合疗法。Complex treatment. 本法是黄迪军教授通过几十年来临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总结出来的一种综合疗法。他将本病分为活动期与静止期，活动期应以治标为主，静止期应标本兼治。治疗仍强调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整体治疗。整体治疗取督脉、任脉和有关特定穴为主，其处方是大椎、大椎、大柱、大柱、命门、命门、中脘、中脘、足三里、足三里、阳陵泉、阳陵泉、
治疗方法是阳陵泉施针、平补平泻，留针20到30分钟，每5到10分钟行针一次。其余各穴均用隔姜酒，每穴3柱。3 moxicones are burned on each point。在整体治疗的基础上，黄氏又分别对本病处于活动期和静止期的不同病理阶段进行分型辨证施治。活动期，活动期为本病的急性发作或慢性急发，以关节肿胀、疼痛、屈伸不利为主症。黄氏在治疗中又将此期分为两型，风寒湿型。风寒湿型可兼见关节冷痛、苔薄白滑腻、脉沉紧或弦紧。治疗在整体配穴的基础上再加风池、肾腧。针用徐疾补泻法，留针10分钟。风湿热型。风湿热型可兼见关节红肿热痛、舌红、苔黄腻、脉滑速。Red tongue with yellow and greasy coating. Slippery and rapid pulse may occur with this type. 治疗在整体配穴的基础上加曲池、委中。委中 are added to the basic protocol. 针用徐疾补泻或平补平泻法，可留针30分钟，每5到10分钟捻转一次。静止期。Static period.静止期病情稳定，病程较长，以关节部分变形、活动后痛甚为主症。临床也可分为两型论治。痰瘀阻闭型。Obstruction by pathogenic phlegm and blood stasis.痰瘀阻闭型可见关节重浊肿胀，时有刺痛，夜间尤甚，舌紫苔腻，脉弦紧或沉缓。治疗在整体配穴的基础上加脾腧、膈腧、阴陵泉、血海 are added on top of the basic protocol。
慎用泻法，留针十分钟，或隔舒、皮舒、刺络拔罐，吸出淤血为准。Blood stasis should be drawn out by cupping. Insufficiency type of vital qi. In cases of yang deficiency,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are as follows. Swelling of the extremities of the face, cold wounds, pale face, general lassitude,舌淡苔白滑，脉沉缓为阳虚。若正见骨节烦痛，入夜更甚，两拳潮红，舌红苔少，脉细悬速者为阴虚。治疗：阳虚者在整体配穴的基础上加中脘、气海、关元，隔姜酒三柱。Three moxicones on top of sliced ginger are applied to each of the points as well. 阴虚者则在整体配穴的基础上加肝腧、太溪、肾腧、太冲。太冲 are added on top of the basic protocol. Points are punctured with the even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针用平补平泻法，留针十分钟。局部治疗。取患部经穴或痛点，施针或灸，并服以类风一号或类风二号药酒棉，隔棉扣刺。扣刺分轻、中、重三种。下面分别介绍各型的具体治疗方法。Treatment methods for different types are introduced as follows.属风寒湿行者，先将一号药酒棉铺于患部，再用梅花针隔棉扣刺至皮肤潮红后，再施艾柱酒，以热力渗透为度。The skin of the affected area should be tapped until flushed, and then moxibustion with moxicones is applied until the power of moxibustion penetrates to the deep level of the body.临床治疗中还应根据病变的具体部位做相应的加减，并在上肢加八斜半骨，并在下肢加治鞭，各酒三状。In case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the lower limbs, 治鞭 is added. Three moxicones are applied to each of the selected points. 属风热湿行者，先将一号药酒棉铺于患部，然后用皮肤针中扣至皮肤微渗血，然后拔罐，留罐5-10分钟。Followed by tapping and cupping. It is necessary to cause mild bleeding on the skin where it is tapped. Cups are retained for 5-10 minutes.属痰瘀阻闭或正虚行者，
先将类风二号药酒棉铺于患部或穴位，皮肤针重扣后，隔蒜泥酒以热力渗透皮肤潮红维度，一般用3至5壮即可。注意不要起泡。若少数病人皮肤敏感起泡者，可照铺灸处理。3 to 5 cones of moxa may be applied. Blistering due to moxibustion should be avoided as much as possible. In case of a few blisters shown on the skin area after moxibustion, treatment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疑难病症之一。目前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尚未找到一种特效的治疗方法。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以针灸为主的各种外治法不失为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种较好方法。因此探索以针灸为主的外治法，渴望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下面就本病的常见症型进行辨证论治。风寒湿型，本型可见关节重浊、肿胀、疼痛较甚，或如锥刺、刀割，遇寒加剧，得热痛减，关节屈伸不利，活动障碍，并有不同程度的对称性的缩形或竹节样畸形，或背寒肢冷，苔白腻，舌淡胖，脉沉弦紧。治疗原则主要为驱风散寒、除湿、行气止痛，取督脉、背腧及四肢阳经穴为主。本方取大柱、肝腧、金梭、尾中。 It lists 7 conditions. Diagnosis can be made if 4 out of 7 conditions are met. 本病治疗可归纳为三大类治法。 以针灸为主的外治法。 2. 以服药为主的内治法。 3. 针灸结合服药的综合治疗。 comprehensive therapy which includes acupuncture and oral medication。 本篇着重介绍以针灸为主的外治法，约有11种具体的方法。下面仅介绍临床几种常用的方法。针刺治疗。Acupuncture treatment is one of the best therapies for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针刺治疗是本病最佳治疗手段之一。早期治疗多以驱邪为主，重在治标；中晚期以扶正为主，重在治本。但不论在早期还是中晚期，都应注意整体与局部治疗相结合的原则。整体治疗常常取督脉、背腧穴。
血以及肾经、胃经血为主。局部治疗常常取四肢阳经血和阿是穴为主。本病的发病率女性是男性的2到3倍，本病具有迁延日久、缠绵不愈、反复发作、致残率高等特点。早在内经时代，中医对本病就有所认识。历代医家都将本病归属于痹症、痛风、痢疾、贺西风进行论治，认为人体正气亏虚，风寒湿邪趁虚侵袭，正气多为邪气所阻，经脉气血阻滞，日久成痹。其晚期痹症日久不愈，累及脾、肝、肾三脏，出现气血不足、肝肾亏损、筋骨脉络失养，导致肌肉萎缩、筋膜拘挛，或出现关节畸形、失于功能、关节强直或驼背。本病诊断并不十分困难。目前世界公认的最新诊断标准是198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修订的标准，共有7项，凡符合其中4项者即可确诊为本病。Of the rheumatoid arthritis.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病变为主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临床常见的疑难病症之一。本病临床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多处关节对称性肿胀、关节变形、关节僵硬、皮下结节。 X 线射片可以显示关节典型变化。化验检查，部分患者可发现类风湿因子。